竹山国中近年来在校长李志庆的带领下，学生展现多元才艺，获奖无数，校务蓬勃。这次由英文老师江一帆、郭云秀所发表的英文教案，更是荣获全国第二名的佳绩，也增加学生学习英文的动力。现在带您一起去看看。由教育部举办 Core English 教案评比，竹山国中英文老师江一帆、郭云秀利用知名漫威英雄人物分组竞赛，甚至互动式教学，荣获全国第二名的佳绩。如果以我们以前的教学方式的话，就是很死板，可能就是课本上面的，跟我们这个教案的方面来讲是差很多。用这种竞争的方式，就是比较会想要学习，然后会有那个学习的那个冲劲的那种感觉。英文相较之下其实是一个比较乏味一点的一个科目，那如果可以结合说他们的兴趣或者他们喜欢的一些东西，那其实可以引起他们的学习的那个提高他们的意愿，好让同学们呢可以在分组的竞赛当中呢、透过游戏融入，然后提升小孩子的英语学习兴趣。对于很多学生而言，英文是很头痛的科目之一，而江一帆、郭云秀两位老师巧妙结合手机、平板电脑、行动载具，就是要让学生对英文产生兴趣，甚至主动学习。因为在课堂上呢，就发现到学生呢对 VR 这一个部分，就是虚拟实境，非常的有兴趣。我们就决定将我们的那个教案的课程呢，结合那个就是平板，还有一些就是手机这些载具，然后我们想说，创造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环境，让学生去学英文，来激发他们的在英语学习上面的动力。也希望呢，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包括资讯连结啊，包括我们现场上面会提供的平板，以及简易的一个 3D 或者是我们谈VR 的一个眼镜的一个应用，让学生呢更能够呢跟未来的世界做接轨，让他们呢透过乐趣化的学习啊，游戏化的学习，能够提升自己的英语的一个面向。竹山国中荣获教育部举办 Core English 教案全国第二名，县府教育处督学陈正义到场致意，校内其他英文老师也到场观摩，就是希望借由师生的互相交流，创造学生更快乐的学习目标。